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小编一样曾经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，那就是一家人开着房车慢慢悠悠的在世界上转悠，遇到风景美好的地方就停下来休息，之后继续出发。但是梦想终归是梦想，一台房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得起的，但是也有很多土豪会为了房车花费大价钱。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看看赵本山最贵的超级豪华房车，堪比移动宫殿，长达 11.5 米，重12吨，国内就一辆。这台车归属于我们的著名影星赵本山。从外观上看，这台房车是全身漆黑，黑色的庄严与肃穆与这台超过 11.5 米的巨无霸形成了完美的配合。从远处看，俨然一座移动宫殿，这哪是什么房车，就是一台超级巨无霸。从内饰上来看，这台车所采用的内饰都是劳斯莱斯专用牛皮以及红木制作而成，其内饰奢华，里面配备的房间、洗漱台、厨房等等设备设施设备一应俱全。而且由于它的车长达到了 11.8 米，所以这台车其实是由一台原装纯进口的卡车改造的。第三，这么一台巨无霸如果要行驶上路，那么少不了的一定是一台稳定而强劲的发动机。这台房车随车配备的是一台6升的 V8 发动机，发动机动力输出强悍，而且油耗也是一般人所养活不起的。就是这样一台蚩尤巨兽在街道上行驶，那真的是相当霸气。看完了小编对于赵本山移动房车的介绍，相信大家在惊叹的同时也有点羡慕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工作，认真生活，早日实现自己车梦想。